今天来这个景桂街，这个那天我们吃那个龙源面，祖传的那个福建面在这里啊。这个是 Hi-G Dining and Bar， 我们也来过了，对面有那个冰淇淋，好像很多东西这样。今天我们来的是这个景桂街，这个 Penang 驰名叻沙。他们联络了我们的 Flavor Stop， 这个让味道说话，豪宅的让味道说话。他说邀请我们去吃他们的叻沙跟炒粿条，驰名叻沙。那个是以前的那个老板娘的肖像。今天老板跟我说他的妈妈，因为这个 MCO 嘛，说他妈妈是在家休息。我们找这个老板来这个访问。这个是他们以前的简报，这个是英文报，应该是 Star Paper 我看。Addicted to Penang Laksa。等下问看老板，这个是你的爸爸吗？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。阿妈来过啊？阿妈哪一个？阿妈旁边那个。这个是阿妈，这个阿妈还在吗？不在了，爸爸也不在。OK， 妈爸也不在，还在。这个是他们以前的那个网站的访问。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不知道什么报，应该是中国报没有错的话。还是南洋。然后 ，Sunrise 也有啊。2012年的时候，这个 Hennessy Expo Food Tasting 啊，带这个 Chef Michael Han。来吃这个叻沙，他们的叻沙你看有 Hennessy XO。2014年的时候就有这个 NHK World 这个电视台来访问日本的电视台带这个 Chef Rika Yukimasa 来这个做这个纪录片这个就是老板老板当时候已经那么帅了，你看。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 Chef Yukimasa 回去网上找看看有没有这个影片看看一下。是几乎呢你说的是大白的 Macaron 我穿了口罩没味道胖哇它的汤一汤是怎样回家的比较高的高，很够的味道，很香。然后那个滋味也不单调，很浓郁。讲真的，我现在想找一碗白饭来吃。有谁吃叻沙也配白饭呢？下面 comment 一下。我喜欢吃它的汤哦，够味。酸甜辣，